臣是带着军令来的，殿下真的以为这么做就可以？告诉他，告诉全天下，他是我的人，不能像王以沫，也不能像王宇神功，那就一起沉下去。 这个借口，殿下还要用多久啊？这不是借口，你要不信的话，尝试自己来试试。来，生气了，怎么办？我道人肯定会放水，你去，一个轮还算一个。 66，你是个猪吗？我怎么教都教不会。小明已经很努力在学了。你努什么力啊你？剑不要乱动。你宰我！剑没有进宫去吗？进了。那为什么？小人还以为。以为。 我会抛弃你，怎么会呢？这什么啊？哦，这些是御膳房的内人们托臣转呈给殿下，他们听说太子殿下对一个宫人宠爱有加。哎，托臣送东西的人啊，实在是太多了，臣一下子都拿不了，下次来的时候啊，再给殿下带了。我一个人孤身在你家，你还不替我做主？张尚书。 那次有些不是，这事儿以后我们再说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了，还给我！还是什么？说是为了一见倾心。拿出来吧。那个人到底是……不关太的事，从头到尾是小人脸皮太厚，一厢情愿。算了，臣。 来求个情吧，臣跟殿下打一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那位内贵人掌中的情信与殿下有关。书房里的缺位，就留一个。殿下想。